什么？是啊，面目全非是哪种？都很完整啊。这个是面目全非。什么面目全非？你因为飞出啊？什么鬼东西？不是。有这么夸张？是那个蛋会变蛋花。啊，那刚好就搅进去呀、啊，完美。蛋包饭的蛋应该要变蛋花吗？蛋包饭的蛋为什么会变蛋花？你是没吃过蛋包饭？它通常是比较软烂派的蛋。走酷。